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糖糖亲子游戏》，我是猪猪侠。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铁虎英雄弹射玩具，包装里面有积木人，可以组装哦。里面还有子弹，还有武器。包装上面有玩法，背面也有玩法，还有积木的组装方法，特别简单。里面还有水果糖，小朋友们快来玩一玩吧。积木人，把另一款积木人也拆出来，两款积木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一款黄色的，一款绿色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开始组装绿色的积木人吧。看看他的头盔，像是一只豹子，又像是恐龙。安装武器，另一只手还有一把长刀，有四颗子弹，还有果汁软糖。是水果口味的，打开尝一尝。有多种水果味的，橙色的是芒果味，紫色呢，葡萄味，长长绿色的应该是苹果味吧。是苹果味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。红色的呢是草莓味，剩下的给猪猪侠吃吧。我最喜欢吃糖了，放下棒棒糖吧。嗯，真好吃。我们再组装另外一个积木人，看这个面罩，应该是一只老虎吧。他们的武器都是一样的，哇，真酷呀！
子弹也可以通用。装上子弹，给这个积木人也装上子弹，看看哪一个积木人厉害呢？试一试打猪猪侠吧。我好怕呀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呀。好了，比赛开始喽。我先来吧，瞄准目标，发射。哦，打倒了，猪猪侠被我打倒了。再试试另外一个积木人吧。猪猪侠站在旁边，站在另一边。一、二、三，哦，一下就打倒了，还是黄色的积木人厉害呀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